说到周五清晨，最先想到的就是音乐银行上班路。十一日当然也不例外的迎来了正在宣传期的偶像们啦。选秀节目的 UNIT 出身的限定团 UNB 刚好正逢成员 Marco 的生日，他们也准备了特别的 pose， 真的很可爱呢。Lovelies 一现身，美珠就抓住所有人的目光，吵闹的程度连其他成员们都受不了。压轴现身的是我们 GFriend， 最吸人眼球的除了减肥成功越来越美的颜值，当然还是队长说问的那双超长美腿，他也不藏私穿上超短裤，又细又长，真的让人太羡慕啦。